然后再看看昨日左右的留言下面有35个，三个是讲其他嘢，三个是撑啊大班，定系四个，其余28、29个全部都是反对大班的意见。呢度系最多人拉嗰啲都是啊，嗰啲反对大班的意见，被人大委任，被选民授权，呢个情况请不要混淆。然后要通过政改，分分钟啊，可以人大释法，关入唔入立法会乜事啊？点样都唔可以接受共产党的人大委任。香港人几时授权泛民入林立会？大班逻辑混乱，此立法会是委任，是不合法，不是民选，收皮啦。任期9月届满，冇选举，人民授权，呢啲系咩原则？哎呀，大班你已经移民咗加拿大啦，唔适应香港嘅政治环境啦，啊！咁当然移民咗都可以有权发声嘅，咁你 Q 仔都讲，即系都要做民调啦吓。好啦，哎，真系你可以100%去到搞政改，佢哋唔够3/2过唔到。投票之前啊，你同佢嘈啊，主席就赶你走啊，乜都做唔到啊，仲要帮佢加持。初选目的系唔想将票源分散，好似4年前咁啊。杯葛林立会支持跟大多数嘅民意，我哋就支持唔接受委任，支持美国制裁呢啲林立会嘅党委。对国安法都过埋啦，我哋只要民意代表，不要党委。但系依家呢个非常认同啦，系要争取恢复9月立法会选举啊。好，然后啦，继续要你 endorse 艺议会点样说服自己，其实系当你连你自己支持者都说服唔到，都比较一面倒咁样反对你的时候，你又点样说服国际，点样说服其他人呢？短视嘅泛民垃圾又鸠噏，建制派有几多席啊？45个点够2/3啊？成日呃人，你班友就打定主意接受招安，去重新做人，递上投名状，继续欺骗市民，跟住就成大班，你已经勾啦。如果大班即系寻晚嘅言论，我都几肯定你就勾啦。不过今朝你嘅言论亦都有唔同咗，进步咗，阵间就讲埋今朝嘅言论啦吓。即系大班成日都系对于民主派批评都好劲，对于民主党，但次次去到关键时刻咧，都叫大家要含泪投票。咁佢受唔到真正嘅教训时候，佢嘅进步咪慢咗咯？明唔明白啊？诶、有国安同埋有 DQ 有冇直选有咩分别啊？啊！现在泛民所有理由都冇加入呢个国安法入去啊！佢话共治民主党系泛民首先指责同路人杯葛非法立法会，呢、这个就民意。但余小姐讲得啱，兄弟要互相尊重意见。但签订一件出嚟系冇民意授权，系违反基本法。嗱、啊，呢度就有啲撑大班噶啦吓，大班讲得好，依家时势要寸土必争。功能組別都不公平啦，都要爭取，否則議會內就冇反對聲音。但佢嗰啲就冇乜 like 先得，一個 like 嘅啫嚇。佢呢啲就，嘿，反對留守者即係你哋啊，來來去去得嗰幾個觀點。議會抗爭係冇人留嚟做乜？議會呢一年啊係非法留喺度附和中國嘅陰點，總之可以俾國際關注加重制裁。其實咧，4年前立法會建國都話俾你知啦，通過議案呢啲嘢咧係做唔到嘢噶。咁點解當日唔高呼總辭？講得啱。當日我同 Billy 喺4年前，當有 DQ 有確認書嘅時候，我哋已經講呢個立法會係偽立法會，係咪應該參選？然後。去到 DQ 梁游是不是应该总辞呢？再去到 DQ 罗冠中连郑重大都出来讲是不是应该总辞呢？其实当日是有人讲的，这位网友知不知道？不是没人讲的，不是今日先有的这些这样的声音。另外这个大班满口歪理，全无民主精神。啊、好了。哇，郑经翰不参与林立会就不如不参选，这么混淆都得，连民意都可以关人，即是民意信你就看民意，不信你就不好理。哎，真的都不讲粗口都不得。嗱，请大家想一想下面那个，不入林立会，林立会是否开不成呢？反而就沦为建制为共党嘅打压工具喎，入林立会俾好啦。咁啊，35个留言，有3个讲佢其他嘢，或者叫大家互相听意见，剩低32个，5个系撑大班，27个就反对大班嘅言论。即系讲真，如果最终都系大石砸死蟹，人哋含泪